那今天真的很开心哦，在大年正月初一哦，可以跟大家一起在这边开心的分享好听的音乐，谢谢妹妹，你超可爱的，然后看到大家呢都心花开哦，也希望说祝福大家新的一年来年哦都健健康康平安，那做生意的呢生意兴隆，那就是小朋友读书呢都课业功课都做都很好，那也祝福我们现场所有的嘉宾好朋友都是平平安安健健康康，那当然哦初一到初五来我们哎。不止哦，我们这一次放的假期很长哦，在西罗大桥下的活动是连续一个礼拜，那在斗六其实也是连续一个礼拜，那明天哦初二初三我们会在麦寮做表演，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啊，当然了、哦、最后一首好听的歌曲哦，那个老师说想要用，那我麦克风要给你，好来，好，星辉盔，那是一首蛮李千娜蛮热闹的歌曲哦，星辉盔，那也是希望说大家开开心心的，当然星辉盔都希望大家今年都有钱花，那工作顺利啦，经历过大概前三年，我觉得前三年最辛苦的那个工作我们算是第一冲击，第一线的冲击，还有旅游业餐饮业都有受到那个蛮大的影响，去年大概有四个月没有工作，前年有七个月零收入，但是很开心哦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健康平安是最重要的，对，好，然后这首《星辉盔》在最后这边送给我们现场所有的嘉宾好朋友，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，然后等一下可以拍照，记得要拍照，我是说会后跟我们一起拍照做个纪念，我觉得我现在都觉得每一张照片都很珍贵，因为每一次的见面之后可以见到的时间又会缩短了，来星辉盔送给大家，
有的嘉宾好朋友，也是我们乐团今天为大家演奏的最后一首好听音乐哦，跟大家来做分享。当然今天哦下午很开心，跟我们现场所有的嘉宾好朋友一起度过愉快哦，下午2点到10点哦，我们快乐的时光。接下来连续4天哦，到我们的初五也都会有哦，每天下午的2点到4点。那当然到西螺大桥呢，也有很多我们西螺大桥下的广场哦，也有很多精彩的活动，邀请大家可以一起来哦。那当然到西螺大桥那边还有小朋友最喜欢的小丑魔术秀，听说了，对对，嗨。